撒了一个谎之后，到底还要撒多少谎才能圆谎？怎么找到尸体的证物？身为重刑犯的子女，成长历程到底多艰辛扭曲？如果你爸爸是强奸犯，你会到处张扬吗？刘思翰为了顺利成为豪门驸马，刻意隐瞒身世，到底会点燃什么风暴？这辈子除了你之外，我谁都不嫁。他女人我活不下去，就是他。你确定？周晚上看完《龙飞凤舞》，请看《廉政英雄之蒸发》。